阿 J 嘅角色同我嘅性格相差係幾大嘅。首先即係可能我自己係中等家庭咁樣成長啦，咁有嘢學啦，間唔中都會去旅行啦，但係就唔會屋企有一個世家，跟住又會爹哋媽咪又會要你襯家咁樣，即係唔會有人逼你去做一啲你唔中意做嘅嘢。同埋啊，阿 J 最佢嘅生活上面最冇嘅嘢就係戀愛嘅自由咯。咁所以佢有時會倒氣，就係會覺得咁如果我冇得揀，咁咪求其咯。咁你中意嘛？你中意我就同你爭，佢係有一種咁嘅心態。總之你中意嘅嘢，我就同你爭到底咁樣。我之前都提過話，我細個好中意談戀愛嘅，咁都談過唔少戀愛嘅，咁。我就幾得意嘅，我覺得自己幾似一塊唔同嘅 puzzle 咯，即係好睇人嘅。即係如果嗰個人本身係咁，我就會配合嗰個人成為佢另外一邊咯。即係所以我係即係譬如小鳥依人我又做過，主導性我又做過嘅，跟住獨立型我又做過。我覺得其實人與人之間嘅相處，你冇話用死一種態度，所以我係因對象而少少改變。咁另外我自己，譬如好欣賞噶啦。咁我以前我師傅係張姐啦。咁我成日喺佢身邊觀察佢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哇點講咧？八面玲瓏啦，即係任何崗位都做得好好嘅。咁呢個係我最欣賞佢嘅地方，即係佢係經理人嘅時候就係經理人，跟住係媽媽嘅時候就係媽媽，跟住係太太嘅時候就係太太，跟住係嫲嫲嘅時候就即係好多嘢佢都好稱職，做得好好。咁我覺得，我想朝住呢個目標去發展一個成為全面啲嘅人咯。雖然人冇完美，但我覺得女仔嘅幸福咧係揾到一個完完全全去包容自己同接受自己嘅過去或者任何性格嘅每一個面向，佢都會覺得冇問題。我覺得正嘅，咁我就覺得好幸福。咁我參考咗好多婚禮之後咧，我就好想個婚禮係由晏晝開始搞嘅，因為我參加一個之前參加一個台灣嘅婚禮，佢係由中午開始搞十二點，咁佢六七點已經結束噶啦。咁你六七點之後仲可以去玩喎，咁啊好方便嘅。想啲時間 group 埋一齊，唔想大家咁辛苦咯，同埋唔想一定要好傳統咯，除非我覺得係我未來先生嗰、那個屋企方面佢哋需要，我就會覺得係配合。好多都係溝通出嚟，好難會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好主意地我一定要咁，一定要咁。我覺得係可以同自己喜歡嘅人溝通，辦一個點樣嘅婚禮，而大家都好滿意，我就嗰樣嘢就會係最 perfect。以前覺得不是一定要結婚的，但是現在我就覺得需要的，因為我就覺得戒指那個 commitment 很重要，就是那個承諾，就是那個意義，就是兩個 都承認對對方的愛，還有肯定對方，還有想跟對方一起走下去。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偉大的決定，是啊。雖然我對婚姻不是說抱有很大的期望啦，但是如果真的結婚的話，我仍然覺得雙人交換戒指是最重要和最感人的一部分。咁早排咧，我就同天又拍咗一条微电影啦。咁呢个微电影系关于结婚嘅。咁呢条微电影嘅出品人咁啱咧，就系婚戒专家啦。咁 ，Hello Eddie 你好啊，你系咪睇咗条微电影噶啦？你觉得点啊？相当相当唔错。咁人又靓啦，景又靓啦。咁而你同阿天嘅合作都系相当唔错。咁其实你两个系咪合作过好多次？哦，我哋
在13年前已經認識的了。咁耐啦，17歲左右啦。我哋有試過一齊拍平面廣告啊，有拍過電影啊，亦都有拍過短片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合作過好多次噶啦。咁點解條片咁靚呢？係因為攝影師又係我哋都合作過，咁所以對我哋嘅輪廓都非常熟悉，咁所以係非常之靚，因為我都睇咗少少嘅，嗰個景又真係攞得幾好，真係好靚好靚，可以拍到嗰、那個。結婚啊，啲人對結婚個期望嗰個憧憬出嚟，真係唔錯。哦，其實我哋嗰日好早已經去到龍脊嗰度啦，我哋由5點開始化妝，6點開始上去，去到嘅時候天都未光嘅。係啊，揀好曬日子一定要陽光普照先拍，因為天由一開始最擔心就係天氣。係啊，次次打親俾我都係話，又唔知啲天氣得唔得咧？跟住叫我俾多幾日佢，但我話一定得嘅，我相信一定會幫我哋嘅個天咁樣。咁嗰日始終都係非常之陽光普照啦，出到嚟啲燈光啊嗰啲全部都好靚，真係唔錯。其實咧，我喺嘅微電影嗰度咧，裏面睇到嗰個故事咧，就係呢對新人啦，即係你同阿天佑啦，好千辛萬苦咁樣換一個靚景去影你哋嘅婚紗相啦。咁其實有冇諗過喺結婚嘅過程裏邊咧，除咗婚紗之外，仲有什麼係好重要嘅咧？婚紗相之外，我覺得應該到結婚戒指啦，係咪？咁因為係一個承諾嚟啊嘛，即係雙方都認同同去建立一段關係，而係去相愛到老嘅。咁其實除咗呢樣之外咧，就係婚戒本身唔係一件飾物嚟噶，婚戒本身咧係一件信物。呢件信物咧係證明或者係證實你兩個人對互相嘅承諾嚟嘅，所以嗰個婚戒嘅重要性其實喺嗰個係結婚嘅過程裏邊咧，應該係擔當好重要嘅一環。我認同。婚戒啊，你有冇谂过去如何去拣一对婚戒咧？咁我知道你都曾经读过设计嘅，喺呢方面有冇啲咩可以同我哋一起拎出嚟分享一下咧？好啦，我形容少少我心目中嘅婚戒俾你睇啦。咁有一隻就粗粗地嘅，咁佢就磨砂面嘅。咁我希望上面就咩都冇嘅，即系石都冇就最好啦。咁好簡單，咁又唔會俾又唔會唔見啦，又唔會俾人偷啦。咁另外一隻隆重場合或者結婚嗰日你可以戴嘅時候，就可能一隻好幼嘅圈。跟住有一粒立體嘅，唔一定係鑽石，我覺得係一種象徵，最好鑽石啦，一個好寶貴嘅，最好梗係鑽石啦。咁如果唔係，我覺得係個外形上面同嗰、那個你可以咩場合戴都得，即係你著牛仔褲戴嗰隻普通嘅又得，跟住你覺得哇好 grand 嘅喎，咁你又可以加埋嗰隻，你又覺得啊襯翻曬咁樣。咁呢個其實都唔難，都唔難嘅，都唔難做到出嚟嘅。不過你呢個概念都相當好啊 ，Eddie 啊，咁其實你覺得結婚戒指最重要係啲乜嘢啊？結婚戒指最重要係舒服，因為你將會每日24小時佩戴嘅，日日秒秒分分秒秒戴住，所以係我覺得。結婚戒指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環節。